岩浆还有3分钟就要上升了，你到底要救谁呢？在这几个人当中，你只能救一个，其他人都会消失。什么？只能救一个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应该救我，小王子，我害怕，救救我啊！你们，小王子，我关注你3年了，从你第一个视频我就开始关注你了，我是你3年老粉了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求求你！居然是关注我3年的老粉，从刚发视频到现在这么久，留下来的粉丝屈指可数，我应该珍惜他。可是救他，汉堡辣条果冻怎么办？你还有2分多钟的思考时间，你究竟要怎么选择呢？小王子，救救我！我不想被岩浆吞了。而且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还是美食真的。什么啊？你根本想不起来吧？因为你是美食村的酱油瓶，干啥啥不会，不像我，我。你什么你？你除了自恋还会啥？天天臭美说自己是绝世美男子，我都听吐了。你对美食村才没有贡献呢。就比方说我那个。你们才没贡献呢，我有贡献，我是美食村人气最高的，我给美食村带来热度。那我也带来了热度呢，谁不是？你们，那我也带来了，我带来了一个女的。六，你们别吵了。小王子，虽然我最喜欢你了，但是我也不忍心看到汉堡辣条果冻被岩浆烧。虽然我很想让你救我，你还是救他们吧。我只是想你加我的好友，和你玩游戏就行了。啊，小粉丝你也太好了吧，我来救你吧。哎，算了。大不了就是被岩浆烧了，只能烤汉堡给小粉粉们吃吧。小王子，你不用救我了。 OK 啊，汉堡你别这么说呀。是啊，小王子，既然你已经选好了，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吧，我们都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没关系，你救你的小粉粉吧，把我烤成烤辣条也应该很好吃了。不烧辣条你干嘛呀？你这么说我还能不救你吗？我还是救你吧。哼，小王子，反正我对你来说不重要对吧？没关系，你救他们好了，没关系的，我是可以牺牲的。没有，果冻你也很重要，怎么会不重要啊？我救你吧。咦，女生就会卖惨，就是，真绿茶。什么？你选不出来吗？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，30秒以后岩浆就会上升，你再不做出选择，他们都要被岩浆消灭了哦。啊，这我要怎么做呀？随便你吧，重色轻友的家伙。随便你吧，多情寡义的家伙。随你便吧，无情无义的家伙。既然你们都不想被救，那就救我吧。可以。啊，别啊，我就捞一下脾气嘛。是，救我嘛。